阿们，奉主耶稣圣灵开始，父
布道会唱诗313首。
你是让人进天道路，你是使人得救的真理。耶稣，你是让人得永生的生命。真理是没有时间跟空间限制，无论什么时代、什么地方都可适用，才算是真理。人的学说是会因为时间而变，也会因为地而异而异，所以唯有神的话才能够永远长存，才配得真理。圣经里面，使徒约翰见证耶稣，你是真理，特别提到耶稣，你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保罗也在圣经里面特别提醒，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神里面藏着。可以知道，神的真理都在耶稣基督里面。真理就是叫人得救的福音。主啊，你不但传的是得救的福音，你本身就是这福音的成全者，因为你在十字架上救赎了世人，让人能够来得救。所以我们要得救，必须相信这得救的福音。神的道也称为生命之道。保罗也这样讲，我们写在这个时代当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们在基督的日子花落没有空洞，也没有徒然。因此我们明白，耶稣你所示的生命之道，就是能够让人得生命的真理，也就是得救的福音。因此真理就是能够让人得救的生命之道。恳求主耶稣基督，你能够来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明白借着你的仆人所阐明的得救的福音之道，能够来明白，明白你的救人的旨意。我们也借着诗班来歌颂赞美你的圣灵，更借着祷告来祈求你所应许要赏赐给我们的宝贵的圣灵。主啊，在布道会的开始，我们献上诚心实意的祷告，愿主垂听悦纳，愿一切颂赞荣耀都归主耶稣的名下。哈利路亚，阿门。请坐下。哈利路亚，各位慕道朋友，我们教会的长辈、传道执事，大家晚安，大家平安。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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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感谢天上的真神。你看下午我们一起哈利路亚。我们进入了第二个晚上的祷告会。中国地方都三个都上好像被呼救啊，让我们在当中能够得到什么帮助。今天过一人把他们都我们接什么都帮他们的，我们也在当中从神那个地方学会，也学到了我们的生命。今天是我们的地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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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晚上我们也是把这个时间交在主耶稣基督的手上。这个还跟他的国嘛结上了多呢啊，厉害容易大多呢，大家。恳求我们天上的真神与我们同在。那来多嘛一个个人啊，把这边的上厉害多呢，大家。带领我们祝福我们。你别说厉害大，岂不过你那不怎么容易的。同时也再次的欢迎所有的慕道朋友。이비나자네함함또애니아미팅을하는날입니다주소서는주소서는
那也不能跟他们说我们去什么一带。那想必现在呢的奉主耶稣圣灵才是正道。好了，今天不哭，晚安，罗阿玛，主耶稣基督，斯塔潘考夫的阿卡西。昨天晚上我们谈到了约翰福音14章的1到6节。那既然啊，撒旦干给你喊的定就用心了一些，还没读些，他不让你撒旦干。我们很清楚说，麻痹难考夫撒旦，叫我们世上的人呢、啊？哦，给他我等到了很忙，还有那时间。他说：“你们信神，也应当要信耶稣。”那个，那个，我们这个上的那个龙都我们是耶稣。因为他说，他父神有地方有家可以住。我说我们耶稣，然后过比那个人过那么难，好难的路吗？如果没有，那好吧，也不好。告诉我们的。没得有，也不好，是吧？怎么呢？他说我，去了是为我们预备地方去。这个没得哎呦，我讲得了哦，在那待也一个好，怎么着安的米哒？那他还要来接我们回去。这个就是好，我把地都弄进了待里，这里都没棉了，好简单呢。那我们知道说他去。哦，把那地盖好多个待让弄两米盖。就是上耶路撒冷去。这个别的个不懂了，耶路撒冷不怎么说。受法利赛人公会众长老们的苦。这个好，米夏要多，法利赛比多多，求罗这一点了好多，是吧？说完了。我们看一下这段经节。你们再跟他说一下。这段经节，我们看了之后，你跟他说好，马兵那么多米的。我们应该会更加的清楚。你跟他马兵那么好，过来干诺马基耶什么？他讲什么呢？不能他家伙说的来的呀，就是讲到我们天上的真神要回天家去。这个我们遇到基耶稣该在里面干啥呀？好，我们就先看一下，路加的马太福音的16章。你们遇到的里马太福音就六章。马太福音的16章。马太福音就六章。你们给你的那你就一些在新约圣经的23页，你新约不是一些你就三列几21节说了，21节你就现在还不算。那从此耶稣只是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要被杀，第三天要复活。我们说的给你，我带了个回耶路撒冷，你是爱了个不好多，自己啊都山西都丢了，这个你是不是不过来给你们给你啊？如果我们看20章的18节19节的时候，啊，那能不能带给你你继续要弄，就还是他来就表现。他又说的很清楚。你给他讲，我是非常好不说的啦。因为这个是神在4、3年、4个月的时间里头，在传福音的时候，我那个怎么了？那是个3年4个月差不比点多努力了。第三次跟门徒提醒说，他要完成这个工作。嗯，如今阿弥巴拉把所有的提醒了，我能不能好过那什么嘛过？我们一起念一下马太福音的20章18到19。你们注意看，马太福音你继续要九十四，他们九九十。
你最后要做的什么样子呢？就是要去父的家，就是天家。这个你都该在那个地方都买了，我那苹果看了呢。就他真的去了。这个所以那以后不病都该怎么样？就是他还没有去之前。对啊，还要后头那什么你你好。就跟门主讲了。因为如果本来还要那样子说，我去。那个不好的，还要回来接你们。啊，你不如搞个美女这么好的话呢？所以你们知道我要去的那个地方是怎么走？啊，我们那个么好多了，再接了什么人好过？那干啥的？我就问他说：“你要去的地方，我们都不知道。哎呀，往哪里去？我们怎么知道你要到哪里去？怎么走这条路呢？”我说：“过路阿罗曼呢？好，老师不说，你说在哪啥？”好了，这个办法没好多，阿拉人好，阿拉人怎么？所以主耶稣才跟门徒们讲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这个耶稣说了，我搞不好阿拉人搞过，奥利不搞过啊！这个哦，心里搞过什么说呀？如果不接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啊，那这一辈子你哪能做耶稣好的多好？就没有人能到过那里去。我也读过，爸。他干嘛不拿手里面还能拿来了？所以主耶稣去的这个动作，我啦，所以什么都我带那个故事来说的啦，就是上耶路撒冷受死。哦，他得了耶路撒冷好，我们把带进去啦，完成救赎的工作。你听到这个好没啦？最多是保佑我们好多等的，这实在是。加上面的这个救恩，这个无论那把这么来给你搞干净就几个，就是为我们开了这条路。你念好我过啊，佛阿弥陀佛，阿拉兰好阿弥陀佛。希伯来书的作者这样讲，一定念不落修，真的好不算。他说，当主耶稣基督一断气的时候，突然都要你顿好过嘛，接受神圣的安眠，圣殿里头。圣所跟圣所中间的那个幔子裂成一半，一定要好诶，对吧？咋地对吧？啊，给他装一个来，我们好啊，这个奇迹上的嘛，你都上。是裂成一半的这个幔子，说到了，我们不得好奇迹上的啊啊，是吧？就是指主耶稣基督的身体。我那么奇迹还给他好诶，把这个骨头给他们好嘛嘛结实。所以主耶稣基督的死，那个把该做的嘛，这些事情就没有再有这幔子与我们隔开，没有。我也读过了啊，别人读了嘛，我看了来都免得那些好不当然那种高啊。是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开了这又真又活的道路。我那个直接那个好，把那那那些都毛里边都谁那里都看了来了。主耶稣基督在复活之前，还要好路是个不走路，我们主耶稣，也就是在还没有被抓之前，是个还要路，这是个等候路是不在，他就为我们开了这一条路。原来就是比巴拉拉那个好多了哈。第一个，啥个是啥？先为我们预备洗礼的道路。是个原来不比巴少收了好多的福米袋。第二个，三个都是为我们预备了洗脚里的道路。那个有了好多，比稍稍没了好多，看不明白。受洗把我们的罪洗掉。你那不是说了，把心里那个稍稍没好过来，让我们明白。洗脚里让我们与主有分。那个能不能好稍稍过来明白？我一个人就不敢给好心人呢。圣餐里的神为我们预备了这圣餐里的道理。这个我们谁生气给他们来不比主比主高超多把他让他道理听到。让我们与主同为一体。这个给了多给了多多这个主比多把这些土地人民的好多高啊。第四个他有亲自示范得圣灵这条路。这个是个把未来照顾比把不做了都是因为好多他的那一份农民的让我们借着圣灵回到乐园回到神回到天家这个一定都那是因为多人都不是看农民的他白农民的你都该跟你见过然后神又
一直遵守着安息圣日。자제거라도제가한개그비치고녹아가또발이모되나또비치고녹이다또안식권이지因为安息日的主是谁？我他的榜案若安息권이차오지마주예수님就是他。아워마하오지예수他的创世纪完，创世纪完了以后，이때하오미얼마나아주미스럽지나하던다발을사는7天就设立了安息圣日사가비도아름비안바뀌는일을하고안수근이하나나定为圣日사가오분자를하나나아름비안所以守安息日的人우리로서이또안수근이처럼매한단가是我们跟神之间的一个证据사가오랜만하고하시고하와자입니다또단계도가왔소안시르的人是敬畏神的人사가우리로하여또소그리사오무라이도가와상을했단가소안시르是遵守神真理的人우리지구에또소그리소야우리로하여또소하루가왔단가소안시르是得神祝福的人지구에또소그리또예이고시구고하오루가왔所以神在旧约的时候说一定要对这些恶人算账。不不守安息日这个人一定要被治死。这个这一个被经过比如说但是我的朝啊不不跟他们把这个人等到。所以他在希伯来书的作者当中就提醒了我们世上的人。这个来给你不如说这个算你给他也多把他也多把他算你都等到。这安息日我那安息不离灿烂呢，是预表着将来永远的安息。这个比如说，我们的都那修来都，他把他们这样的那个半半烂的，你想告诉我们世上神儿女的人，我说的那个当然都不会那么来的，你都那是干要竭力进入安息。在这人民的后面，真真没怎么跟那安息不离，就是要进入永。그러는게아주좋아야되니바다따오자就是要进入这个宰门참주물하고나어마어마하는보안是很感谢神感谢神的祝福这条路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准备好了오늘바란사가오미바라란는도하오마지예스所以当主耶稣基督升天第十天降下圣灵的时候저는또믿어야되는게꼭지가또이것도못득하오아름이야这五条方式五条这条路这个一类都不谢谢你们的无论如何不然你们还都没把他们那里的马上生效这个谁都让精神还不算你的所以那天得圣灵的有三千多个人不要不要都没来拜都谢谢都外好把这个等着而且得了圣灵领了神的教训之后미래부터가하고세례미래부터수하는가와受洗归入主耶稣基督사가바세미도미주몰도때니에지그리스도建立教会바테르는동공교회这就是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开了这条路우리니안하고니바라란란하루마지예스아这条路我们知道了아바나아이도기다아니니도나라나那今天我们要谈的是什么我们能通过哈萨萨的跟我说吗看在这个地方第二个重点사가두사사도아스와리라고他说耶稣说我就是真理我说的罗马解释我刚刚好要信你干过什么所以我们要了解什么叫做真理你那个大麻烦我们能不能信你还能来说刚刚传道在祷告的时候你说呢很多人好过点都想你看他已经说明了真理的特性你来如果把你还有了说了都变成那么信你真理的特性就是说这个神的真理，这个真理，不论在时间跟空间当中啊。我那说不干都那心里安，你最怕的了，你绝怕的那面子安。他不是受到时间空间的限制，是没有受限制的。这个在一个灯笼木做，在一个灯好木里安，好不能说好不搞啊。他怎么样？什么呢？永远安定在天。所以你这个人好，又要把真理然后再默默发现。我们请看一下诗篇的119篇。你们到底你喜欢要不就留备？一篇119篇，喜欢要不就留备。我们请看89节。你们他就就。
six. 在旧约圣经的750页。你今天，门呐还要过过旧北极第二个世界。我们一起念。我先的话你看，诗篇119篇的89节。要过旧旧篇喏，还是旧旧篇？旧约圣经的750篇。啊，旧约是说门呐还要过过旧北极。好，预备，开始。耶和华，你的话。就是神的话。我那说好，这不如你们我们没得个个人好跟他说。那这个话就是神的真理。这个我那说的东西你好，不信你好怎么样？所以神的话不受时间的、空间的限制。这个我说那个好，这个灯如果做，这个灯好多点。从一开始到世界末日。啊，刚好也好歹，你这个不长面站，没有一样东西可以限制它。这也好，我们阿登鲁曼那么难，好不能算得到吧？在人类历史的过程当中，一定你跟上12万人奥利给你到等他。虽然有那么多的朝代，虽然多，麻烦叫你再好过等到多的时间，那么长的时间，给你多过个哈拉丁弄一站。不同年龄层的人，这个我最好的事情嘛，都没听见他找的那个样子。不知道有多少个国家的国王，虽然多，比那一多，比他给好过啊，红地不大吧？治理了他的国家，进入了公民，比不好过比他给低了。他有他的方法，这个也好过那个了啊，方那里人是。的方法，不然能弄等到好了，你就不多没了等到。那是人世界的道理。这个我要说了，好多等到不了呢。可是神的真理有没有受到限制？对了，我说不到那心里还哪个能弄等到？没有，从来没有改变。我也好这个话意思，只不过是他们不信而已。难道等到过才把它实现？所以。时代就这样更替，一代一代的更替。那别来个等到什么？我连只好熬得过时间。所以神的真理不会因为朝代的更替而改变而变化。这个我说不到时候，这个我连差不多这么多的时候，我会在这个上呢。它是永恒不变的。那个好，再好不要难度这个方面。神说。不算了，好不搞了。就算是世界都废掉毁灭了，那是你没做，我那不少都不能搞好不了，打不搞搞那样。神的话永远不会废掉。不算了，这么搞啥子？哎，好不搞了，你少。我们看一下，神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的时候，他怎么讲这些神的诫命、神的话语？这个以后，我们不管怎样，怎样跟他说，什么来好过，阿卡西不说你了。他说，不能够废掉的，这个就是神的真理。这个不要再跟爱法的正常人来，那这不说了，我们好我们就请看一下马太福音的第5章。你们不给他给你马太福音，这个嘛是吧？17节到18节。你都说好的呢，把路上说到。我们一起念。我现在好明白。马太福音第5章17-18节。啊，马太福音都是我们17:17。好，我们一起念一遍。开始。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天地都废去，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会废去，都要成全。阿们。很清楚哦。那比那好不算的现象。不要以为说主耶稣基督来了是恩典时代了。喂，太多基督教的你，我们都没多期待给他你的阿个啥呢？所以他就要废掉这个律法跟先知的说。这个反正都不说没有偏向，少信都高了三层呢。那律法书指的就是摩西是马的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跟生命记。不是啊，那律法呢？我们给他们摩西定好多了
啊，都要看那些书。那先知书呢？我让你右边下面的那段呢？就是从约书亚记一直到马拉基书。这个本地的约书亚记，肯定跟那马拉基看看呢。这就叫做先知书。我让右边下啊，你的那段读的呢？不要以为说旧约圣经神的话语，我来了以后，这些诫命、这些神的话，我要废去，不是。这个哦，新约时代的你呢？我让旧约和阿斯尔阿克西奥把它烧完，看努米达这个圣经。他说：“我来了是要成全这个。”我等一个不跟他说，我拿起那么把好过了上去。虽然我昨天晚上不是讲了吗？那这个大家我什么讲？神。他为了要救赎我们人类，这个哥罗斯多斯保罗保罗给他难度更大，所以他做了一个救恩的计划。伊拉也好过，比该干努米拉多塞雷拉。那旧约就是救恩的计划。这个我们旧约看的来，哦，比啥古努米拉多啊，少些一点。新约，我新约多少些修的，就是救恩计划的完成去实现。所以这个的新约靠米拉，基督给他准备了多少就一样信息。所以神在十字架上面断气的那一刻讲了一句话。这个我把旧约经文来用起来，都旧约都是撒拉米来好说的啦。说成，是吧？拿起来用，就是要完成神本身要救赎我们世人的这个恩典。拿起来经了好多，是保罗读了好多，那好多等待。所以神所说的话，我说了不那个话是，就是真理。我信你不离开，不可以废去。再看爱好把你烧不灭的。我们再看一下马太福音的24章。你认得你马太福音，你就用心。因为马太福音24章嘛，你马太福音读了，你就用心好。他在橄榄山上坐着的时候，伊迪拉多沙坡进来，伊迪多那橄榄山那有多，门徒了哈，来好过这些啦，对的，就暗暗的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突然多啊，那个哎呀，看到那了不了，我们急死。然后就跟主耶稣说了哈，现在看到了不了，啊，信息了急死。他讲什么呢？我能够还在那呢，就是将来这个耶路撒冷城这个地方的哈，那将来对一个对说，我那耶路撒冷好圣殿所在的地方啊，那么多安罗东亚汉的那，他说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面。这个我一个好过，我们的罗多啊，我们罗马啊，包括这个包括我们罗马，又被拆毁，啥都都我们罗马的烧了。门徒才问说：“这个是什么时候要发生？”说人都弄这些了，说都还不要跟他们讲一遍。对，神就说了：“这个很多年上的世界末日的征候。”哦，你好把这个都，我一个都快都超了面上。对，会发生了很多很多的事情。你还好，我们上了都啊，得到我们看了什么？所以你看，30节、31节。你们到那边31、31节。我们一起念一下24章30节、31节。我现在到马太福音就用下喽，30节、31节。好，预备，开始。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召聚了来。Amen。这是主耶稣基督要第二次降临的时候要发生的征兆。我把这个路过嘛，就是嘛，带你好，我也来好看的呀，是吧？这个是结束，要结束了。那个哦，我们的本子好多呢。啊，谁该看呢？这句话是真理。那个我说不定的，我心里都高啊。神的话要实现。所以我们记好不能什么？主耶稣不是说我
去就是为我们预备地方嘛。我说了，好，我明天要过，我明天要过，都干嘛了？那么他去了以后还要回来接我们。那得了，进了好，结果好，明天要没力都没好。他将来要从四方哈，求人上都没做做，一个不超的。从天的这边，天的那一边。基本上都会感谢都还能来等到把我们把神的儿女们接回去阿兰就说我努力了阿弥陀佛也在你听过这句话是真理我心里好说不告诉你娘这句话是能力我每次都好说不告诉你娘是神救赎的大恩典这个你的大大妈的要你的命都告诉宝贝是神的话这个我说了好不告诉你看一下，三十五节。别人在今天三十五节，我们也一起念吧。我先，我先读一段。对，开始。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神所说的话不会废去。我说那个时候在以后，我们马上到。所以今天在我们。这本整本圣经神所说的话，你都能了对岸大夫呢啊，老罗马都谢谢，都不是要废去的，是要成全的。所以我们那个时候，你我把经拿过来，这就是真理。我念过那信里还，所以我们再回头一下，这个一个人站都没站起来的。神怎么讲这个真理的？我什么呢？好，我把这个古古把古那信里看一下，约翰福音呢？约翰福音约翰那边，约翰福音的十七章，约翰那边就拿那些十七节啊，就拿那些。这个是神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我说好高啊，是给你们那是干，跟门徒们做一个分离的祷告。所以第二都马罗里斯多他们那不都问那个来讲，是向神求的。你那那样的那个我嘛，一个个那样。当中这样的一句话说，因为我们今天要说那个嘛，你看看，我们念一下十七节，就让那些不信的吧。好，预备，开始。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阿门。他说：“求父神呐，是吧？无论好或坏的一个怎样，用你的真理，用你的话。”你的你说的你心里好你说使他们成为圣洁我那边好你们那都我干嘛还都好怎么了因为神你的话就是真理那还有心里好不说的话所以我们很清楚知道说你的你都麻痹那好我们说神所说的话我说的话都告诉就是真理我说的话心里我们回头看一下第六章第六章里头的六章六十三节，六章六十三节，就是主耶稣基督谈到他是生命的粮食的时候。我说我们讲什么？刚刚人好嘛，我哩讲多少个说呀？也提到了圣餐的事情。啊，上面给了个呢，啊，谁上餐了呢？是主耶稣基督要为我们预备圣餐里的这条路的时候，又讲到了。好，所以说都准备进来都写上他们的阿巴西的。就五十二节到五十七、五十六节这一段。那个经，我今天是很多呢，我就有写。这是我们就不讲，我们就念一下六十三节。啊，现在我呢，我不就有三节。好，我们一起念。啊，不容易当上去。对，开始。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落地的是灵力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圣灵。哎，这个地方又变成了一个灵。是的，人家说那落色的还没来说。我们很清楚，我们昨天也讲。那第二号嘛，啥个改动还没来着？当耶稣基督在雅各井跟撒玛利亚夫人见证神的时候，你听到了，撒玛利亚啊，他们那个不，把那这一号都不发现进来。他跟这个夫人讲，这位神是什么样的一个神？我那这位就说那个什么呢？他们那个啊，他说神是个灵。我那灵，他们那好不好啊？不大。啊，这个灵那么大，但是
但是他的作为在我们面前，在我们的心里面就会感受得到。原来他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一这么讲过来了哈，神他是真理，是他的话是真理。那他的话是灵，这个灵是神本身。因为神是个灵，所以他要救我们的就是我们的灵命。他叫我们说那个灵就是我们的生命，神的话就是我们的生命，是我们生命的粮食，真理。所以我们如果不把圣经读好，我们不会有力量。你没有读圣经，你就不会了解神的真理。你也不会吃到神的灵粮。没有神的灵粮，你就没有力量去做圣工。你就没有力量去传福音，你就没有力量胜过魔鬼，你就没有力量胜过罪恶。所以当我们人的智慧越来越高的时候，我们会把自己高，虽然都好意思，但是属灵的智慧就会降低。是他们把它降低下来。所以被把神的话降为卑贱、降为低的时候，而撒旦他不说那个话，他不怕死，哪来的汗水呢？他就会站在自己的角度去处理神的事情。所以魔鬼就很高兴，就抓住了他的心了。所以他以为他在做这个事情是为主耶稣基督工作，结果被魔鬼利用了，还不知道。所以你看看魔鬼的名字，一个是古蛇，一个是龙，一个是魔鬼，一个是撒旦。这四个魔鬼的名字各自都有特性。你看看里头在攻击的是属于哪一个名字，你看看那个空道是属于哪一个四个名字的当中的哪一个。你看那个说谎的，那个诱惑说谎的，那是哪一个名字？不然你说这个另外的好，不起码不嘛好不了的呢。那你看看那个狡猾乱讲的，那个是又是哪一个名字？呀，你说这个另外的好，你说这个第一他们呢，不起码不嘛那么了。那个已经不是神的话了。不然再不告诉说。那个已经不是真理了。再不信你不理的呢？你是魔鬼了。所以他讲，因为魔鬼的工作，总而言之，总的讲来就是迷惑。
少不读个人的那号，不然能够让你帮他来好多尴尬。所以我们被迷惑的时候，你想想看，就真的就会离开教会。这个我们把耳朵蒙住蒙给他好，明天再给他都丢开。所以以为他在做。这个我们被这个事情后面就露出牛角、马角、鬼角。这个太古鲁都太阳那边马鼻子那一刀过。呀，神把话弄好都满了。所以，如果你不好好的把神的话、神的真理放在心上的时候，啥？我们这个平常我们给他，那不平常的暴露一点，暴露就不算那个话事。啊，我们真的就会被拉走。这个咋？我给不好弄好都满了给他。所以我们要很小心。这个老人没得好。你要记得的。他真的没得。是魔鬼为你。这个要么不拆，那不带就这个结果嘛，不能让。是魔鬼为我们开这条，不能够我们世人不能够走的这条路吗？结果嘛，不把那那一个，把那那个那个该那里给我看见。不是，咋样？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为我们做。哦，上海多他们个人要何时没带进一个个人呀？所以他才说。这个人不说这个，我就是道路。我刚刚好也好那人，我就是真理。我刚刚好也心里好感过。所以神的话、神的道就是真理。这个我说如果说的人如果说我心里不一样。他在这个地方讲说，我就是真理。我说你是心里的。所以这个真理。那心里的东西你要是不能改变的，这爱好跟爱好也真的没得。所以我们看一看一下啊，别人呢咱们都不谢谢。我们先看这新约圣经里头特别提醒，给你信仰追求内耗过把它让我送到神的话，我说了好多神的真理，我心里的话，神的预言，什么不听得过用给我告诉，可以加添。这个爱好不满人，也不可以删减。这个爱好乱人，我们就从新约的时候，神在天上用意象、用圣灵跟老约翰讲的这句话。是，你们再不说那个去，约翰好多不给别人好听的呢。我们请看一下启示录的二十二章。你当不启示录过，你就你笑。启示录的二十二章。不启示录，你就你笑。十八节。就还是十九节，就是我们一起念。我先抛入一段启示录二十二章十八十九节。你就你说就还是就是我们一起念，预备开始。我向一切听见这树上面的作见证，若有人在这一点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世上的灾祸加在他的身上。这世上的语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世上所属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很清楚啊，他比那个好不少的谢谢。就是谁把神的圣经、神的真理、神的话删减了？我今晚他们老哥，你若那也好，都算了；弄些小都算上了，搞完。也就是说，洗脚里，那差不多了，比把那老哥，洗礼，我那比陪那圣餐礼，我那身上洗礼，圣灵，我那洗礼，安息日，我安息过年，十条诫命，我那弄得白呀，三个都搞完。包括十大信条，那差不多白看了那才几个努力的。如果哪一个？删掉了。反正最好过，比万能好那么大。他说：“这个书上所写的那个灾祸会临到你身上。”这个我们说了一点点，我稍微也好，这个到都不一定给人家那么大。你又增加了。这个你刚刚让他唱的，你说，你看呢？人那个那么大。我们讲复活节。我这多少复活惨了呢？我们讲圣诞节。我这个普鲁西玛斯他们呢？我们讲主日，这个好啦，休你只今天的礼拜天星期日，对了，你就会按照那个比例看。圣经有讲吗？
예, 하고 선우세시오 누나 增加 우레농프라미토마라이도 선우세시오 아, 안시일부소 아노 자카피 직고단스토리지 수산제 미고나이도 선우가마시 生产礼服按生神的圣经去做哦是家天哦是上帝给我们这个都不说说谢谢我们都没来过家天自己的意思你都没来过都没说话你把它发出来呀三天神的意思这个比如说人家说我们把它发出来呀这是神的教会吗 啊，那比如比那个人都九百五多少米呢？还给？是我们看一下，生命记吧。我们看生命记的第四章。生命记永续。我们看生命记的第四章。第二节。第二节。 前面到第二节，你是刚才读圣经的220页。你要过你就就要过啊，谢谢。请你准备开始。以色列人啊，现在我所教训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从遵行，好叫你们存活，得以进入耶和华你们的神。 所遵循的律例，受过的约，所遵循的话，你们不加添，也不用删减，好叫你们遵守我所吩咐的，就是耶和华你们的神的命令。所以我们要很清楚知道，神的话就是真理，不是因为好不说的话，那神本身是真理。 我告诉你，神的真理，神的话。如果我们要继续讲下去，我们要继续讲主耶稣基督为什么他是真理？因为他是灵啊。 这个瑞好那个的里面，它是大能大力的话，它是充满宇宙万有的，它是自由拥有的，它是真神，这个随便的那个话是怎么了？它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你要你的都修来以后，以后还有好把你泡过那个话。 他又是福音的起头。这个我们要做这一步。这个基督阿罗汉，他说：“你的好不难了，守住神的真理。”今天晚上就用这方式来跟我们大家说明，耶稣就是真理。 哎呀，这不是那个难好，耶稣是大好心灵好精神。愿神祝福大家。那来，把我们放到我们这上面去。后面把时间交给我们，一般的做神。那个，就来过来，我们去喊回答。愿神祝福大家。那来，请我们往那些上面看。
我就给他三家都做不就用了。就是要走天国的路。
我那么点歌看了哪了呢？实际上，我们的灵性灵魂呢，不能说到达耶稣所地边的地方。我那呢，不说了，放那个大来点歌，不敢吃辣，好不米啦？我们先放在圣经。别人他好不谢谢。诗篇的37篇。啊，诗篇37篇。诗篇37篇。诗篇37篇。23节。23节。23节，义人的脚步被耶和华立定，他的道路耶和华也喜爱。尊敬健康父母们，真的好多不是干那么谢谢。既然知道耶稣是真理，麻烦让你知道接受信息的好情况，因为你做得到，你要知道好多说你了。所以我们优先要立定我们自己，这个好比到哥哥把这个好都没到好的做，要怎么样做义人的脚步呢？什么人都没到，我个对啊，我个拍啊，我先我们立定之后，比他们更多。圣经说耶和华也会给我们立定哦。这个我说我们先说，我三姑妹八姑妹都拿他做米的。立定什么？我们不能把我们自己做他的道路。不然让好人搞啊。我们走他的道路。我们给他好多人让他搞啊。天上的神就喜爱我们呐。不然让不他们干好人搞啊。好，我们再翻开诗篇的119篇。啊，诗篇的119篇。119篇的105节。啊，要不动就多些。119篇105节。啊，诗篇119篇。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啊，圣经就这样告诉我们。既然这样，我不单单说的谢谢。啊，既然我们走天国的路，那么要给他多呢？不然那边不？圣经这样早就准备我们走的路是怎么样的路呢？要不说那路谢谢，我们不然那难度的人。105篇这样说。要不通的高篇真的跟他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啊。我还到道路啊，所以他不过说一说，是我路上的光。那个我，然后那么过，那么听见了，现在我们的脚步不会变向黑暗的路啊。这个我来到那边到这里，好不到这里怎么呢？我感谢主耶稣的安排。感谢主耶稣的安排。整个道路，它预备我们的灯，可以走到天国去。啊，我来到那边现在比昨天没了多，老高多，这个当然不太平。不要让我们再次跌跌倒。再好高。鼓励你的好给你不能是干。那圣经又怎么说呢？我们来找好朋友嘛，说你他知道我们到什么时候。呀，他说我比你比他好几代呢。好，这样圣经就告诉我们。那找好不算谢谢。好，我们看诗篇的48篇。人到诗篇119篇。诗篇的48篇。诗篇119篇。48篇14节。因为这神永永远远为我们的神，他必做我们应到应主的直到死期。好，圣经也有这样做见证给我们。阿弟呢？在好好说，不是个哪好东西，兄弟们。我们能够持守他的道路。阿弥，我主给他都说好好搞啊。我们做他的光的路。那个我的马，别人都没到了吗？超紧的呢。这个圣经又给我们很好的勉励。你还好不把那人说的搞啊？神啊，永永远远会引导我们呐、啊。这个还没到超过，别人都没到那个度米哒。引导到什么时候？他这还该不到死界了。引导直到死界，离开死界。哎，那个不在那边到，每天超过那是个。所以感谢天上耶稣基督。我跟他们感谢过吗？一天到的来呀。谢谢我们做他的儿女。这个星期六的大家都忙了哇，都没了。如果我们离开他的道，他们原来是干好多呢，哪那么高啊？就等于又走在黑暗的道路。你对他们来过那个土地的？但是神告诉我们，好了啦，圣经不说那么高啊。什么是到死期呢？
什么呢？还不要不能好，大家讲那个不就是我们现在还活着现在的时间。这个你哪里不能好不能死啊？如果我们离开了世界，我们为了死的好不能死啊？我们没有办法走神的光明的路了。啊，都在这块儿嘛，给他都拿，不然你好不搞啊？所以我们在座弟兄姐妹，那呢，好给他我来好啊，啥的。耶稣是真理。哦，新约不能记耶稣。我们已经领受了。你来拜多好给他。也领受他。宝贵的圣灵，你来拜这个大号都谢了，不搞。圣灵是胜过世上的患难。这个他变成大号都，做完了他不是那啥。像耶稣一样被魔鬼试探之后，那战斗里头的那号都他妈不能接受。耶稣用他的话来胜过魔鬼。你说不搞啥搞啥，比他别的号都干的嘛，对吗？但是我们也相信，也会跟耶稣一样。那个比他好嘛，战斗多了嘛，接受。用神的话，用神的圣灵。我说的那个都是谁的那个话来阻挡啊走我们黑暗的道路那个你的那一个反正你那还能做得怎么呢如果我们用不到他的生命能再好个别人他不是谁的那个话所以你是方向哦那么让我不好过来告诉你我们在做一些准备那一个都是那个干嘛既然我们信了那你的方式你都不要再谈那个对呀那个都好打给手把他手腕打给手腕你前面说예사라가또아다음또그백구로몰랐다칭찬的果안사라가부처님께따라내게고니제게서후주가니저감부다예하다아니라반다돌아가야하고한거라싸우서도아오늘야라주생리나라민간민간도시에주생리진지료방주고만민간도시에예의부서고看一下四柱形状的书上八节아스토겔겐지우고시오나하세十九章的四章第八节。十九章第五章第八节。好，第八节说，知道人心的神，啊，这边就告诉我们。我说那么些说话的呢？啊，说我们要求真理。你那边的好多些。我们面对是天上的耶稣基督。你现在要面对，我告诉你那些。我们现在要求真理。你看你看都写的好的。我们在求什么？我们那么好，没还蛮努力的。那现在我们的目的是要求圣灵。你看那边的好多写的都搞完。是没有得到这里的希望，他有跟弟兄姐妹。在后边都写的还能那啥，大家。所以我们到前面。那你给他改了。要诚实的求圣灵。对呀，这人没得好命给他们。啊，我们看不到你们的心在求什么。这个这个能量不好使你说我们不必杀人但是圣经既然告诉我们了可以了圣经还不送我们在这里祷告你都能给他好我们来给你他说神知道我们的心要求什么我们拿一个祷告他不够了所以圣灵一定要求的这个谁我杀杀人那是神性的祈求啊你不能说好不杀人有时是在在的这个很大好的那那都是给了好的有这样的心那给了好好的圣灵说神一定会给你这个宝贵的圣灵我说那些小宝你如果啥子都是好我们来代祷哎不好我们一个是陈尊美姐妹啊我们那结婚了现在在住院啊今天是新安嘛第二个是来小芳姐妹啊小芳哥和我们那边是在妻子急诊室当中，哎，急诊室好嘛？那就耶稣坚固他们的身体。那不然能好不好？好，大家好，大家好嘛？让这个充足的身体啊，那好多那大家好都对不对啊？耶稣给他挪开，是吧？不然不搞啥瓜大家能干？好，我们来祷告。你做了没得？啊，有生病的。我是大一多。啊，也可以到前面。还有一个还要啊，要接受安卓的。我们那边都别人说。充满真理，我来那个不是故事的啊，为什么？哎，说的你个哎呀，长子跟黄少都安稳安坐。哦，有了多这些天都是要安心的明白。来祷告简单，难道那还不说？脾气奉耶稣圣名祷告。是那个那个罗马切什么好不多论的呢？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一个是他好，三比罗马切什么好不好？耶稣他好。啊，谁个多？我们就一起念说阿门，阿门。我们祷告是今晚是代代的祷告。我们上班刚刚没多少岁，那个人说一种不一样祷告，一种不一样。奉耶稣圣灵，献上你
将带领之下。感谢神，我们神圣带领来到今天晚上的聚会，能够进行顺利。首先来介绍今天晚上来的布道亲友啊，兄弟啊，宋子阳、宋子祥，等一下我们全部介绍的时候再提开始。宋子阳、宋子祥，在后面啊，高光亮。张丽金小姐哈，那个你祷告有什么不一样？有没有觉得不一样？有。什么感觉？哎。哎，对，那个感觉是什么的感觉？是什么样的感觉？啊？全身发发热，哎，那种内心是喜乐还是好像？痛苦，喜乐是这样，喜乐。感谢神啊，就是有这个灵眼的感动啊，你在明天再加强一下啊，按你自己在在家里多少大好多少啊，那我们在明天再看看再确定有那个灵眼的感动，但是圣灵的啊，那我们要为那道亲友来祷告，洪少荣。后面连思涵，谢谢。那我们就给这几位布道亲友来欢迎啊！希望明天继续来参加明天周一的布道会。介绍总会开派的传道跟长老严建中传道。怎么样？我们到现在注目台中的自强教会跟彰化的生长教会。那今年哈是借你退休了，感谢主哈。亲爱教会白光华长老，哎，马这边。亲爱教会在南投县仁爱乡，是赛德克主哈。长老的赛德克的名字叫做黑米，就是黑米啊，黑色的黑米，可以这样记啊。那在这几天，我就是要给长老取一个按钮式的名字啊，就要交给我们的法弟来命名一下啊。那今天特别我们有一位长老一起来参加啊，因为他明天要去协助三仙教会的牧大会，陈牧群传道。陈传道是我们西区七负责人之一哈，教务组的主负责现在是注目桃园的复兴教会跟启鲁教会，还有一个霞林祈祷所。感谢神哈，因为本来他应该是要从那个雪隧然后走出来，我们知道这段时间那个路况比较不稳定，而且陈传道就能够到比较安全的路，到现在比较远，当时比较安全。也是能够带领他们也到三千教会的历程能够平安顺利。那非常感谢我们师班哈，我们会前序列乐理乐团，我们请我们的长辈起立哈，谢谢。感谢神啊，我们长辈们越是后面钢铁哈，一方面来学习，一方面呢协助做圣工，像明天我们就要去公园去布道，也是我们的长者要一起过去协助发传单，然后在那个地方一起来做布道会。也谢谢我们本会的多家师班，多家师班起立，谢谢啊。是姐妹师班，顾名思义就是多家姐妹师班。歌声非常的优美啊！感谢神垂听悦纳。要报名受洗的就请向我们的负责人来登记一直到礼拜五截止啊！我们明天的第三天的布道会的
行程，早祷会6:30到7:00，下午的祷告会3:00到3:30。我们弟兄姐妹啊，能够把握机会啊，一起来参加啊这个大会啊。想到这一次的主题是我们一起来查考约翰福音啊。那明天晚上的布道会啊，最后一天布道会时间一样啊，也是一样，从7:30啊就到教会来祷告，然后呢有会前的诗诵跟序列啊，8:00呢正式开始布道会。一样是在9:30前结束，这是以上啊。啊，愿神祝大家，我们一起起立，祝大家平安。